大家好，我小钢炮，今天到买了几只猪脚，我们把它整来吃了，先洗一下。猪脚还是要吃下面这些尖尖，上面那些太肥了，不好吃。要把猪脚劈开，用上我们的屠龙宝刀啊。把猪脚焯一水，把浮沫打掉，用凉水清洗一遍，加入菜籽油，菜籽油一定要等泡沫散掉才可以放食材，不然会出生油的。葱姜八角放进来爆香，干辣椒继续放进来爆香，加入生抽，放到高压锅里面来，炒点糖色，撒到里面，加入水，盖过猪蹄就可以了。加入盐，盖上锅盖，等冒气以后炸个7分钟。起锅喽，好香啊！开吃啦！迫不及待了，我吃。你要不要？啊，给你骨头吃啊！哎呦！房东那狗在这里看着，看我们吃啊，你就吃骨头啊。嗯。哎，我觉得用筷子没得零食方便。香。还可以。啊。嗯。筷子没煮好，太难吃了。还是好难的。都吃完了。辣子油多好吃呀，和拌猪脚呀。又拿来了辣椒油啊，我感觉辣椒油，可以备很多菜呀。再试个。吃了两个了，都有一点撑了，等下这里加点粉吧，当着你们吃也蛮爽的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做一点，为他一做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